大家好，今天跟白老师学习圆形。圆形，圆形是什么？圆形就是 circle， 这个 circle， 你看，那在我们的家有很多很多东西是圆形。你看，这个玩具就是圆形，圆形呀。然后呢，胶带。这个胶带也是圆形，这个圆形。然后呢，这个镜子，哦，这个镜子也是圆形，圆形。还有呢，哇，马老师有大大的挂钟，你看，这个也是圆形，圆形。好，小朋友们，现在跟马老师一起说好不好？我们。一起说，圆形，一二三，圆形，再来一次，圆形，对，这个圆形就是 circle。好，小朋友们，今天呢，我们要做什么？我们要做饭。嘿嘿嘿好，今天我们要开始吧，哎。好，小朋友们，现在呢，我们要做圆形的三明治，我们需要什么？那在这里我们需要面包，这个普通的面包，然后呢还有巧克力的面包，还有呢这个芝士。马老师在这里也准备了巧克力酱，如果你们不喜欢巧克力酱，或者爸爸妈妈不让你们吃巧克力酱，那你们可以准备草莓酱，那也可以啊。然后呢我们要用这个塑料刀、杯子，还有这个碗。现在呢我们要做圆形的面包，圆形的面包用碗放在上面，然后压一下，压一下，这个可以用刀，塑料刀，哇，圆圆的圆形，圆形。好，现在呢巧克力，巧克力面包也一样放在上面，然后压一下，压一下，加油吧。哇，你们看，圆圆的，好可爱是吗？现在我们有两个圆形的面包，然后现在起司打开，用杯子，这个也一样放在上面，然后压一下，那你们看，圆形，圆形。这个起司呢把它这样放在巧克力面包的上面，哦，这个有圆形的面包，圆形的芝士，然后呢这个白色的面包我们要给巧克力酱，如果你们要用草莓酱也可以啊。好了，耶，好，小朋友们，你们看，圆形的三明治，哎，巴拉塞在这里有两个圆形，圆形啊！你们一边做一边做圆形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注意那、啊。然后呢，现在我们要尝一尝，你们喜欢哪一个？巴拉塞香，巴拉塞香吃这个呀、啊，巧克力面包和芝士的三明治，哎，我们尝尝吧。嗯，好吃。好，小朋友们，你们要做多一点也可以啊，一个给爸爸，然后呢一个给妈妈，然后呢一个给姐姐，一个给哥哥，还有给弟弟也可以啊。所以呢做多一点儿，哎，然后给每个家人尝一尝，哇，这个我做的，这样圆形呀，啊。好，小朋友们，我们的课就是到这里了，下期再见，好。